哦，找东西，找东西。有什么好玩的东西吗？有调色刀，应该能够用这个砍掉刚才的刺刺吧？刺刺。试试看就知道了。啊，怎么可能嘛！伊布真是的，开玩笑都听不出来。不过呢，还是带这个吧，以防万一，对不对？想拿这个椅子走，可是好重，根本拿不起来，会怎么会这样呢？颜料，没找到什么派上用场的东西，我们先回去吧。什么？吓我一跳！哎，被挡住。门那边，那个石像怎么会在这里呢？刚才明明在墙边的。我们把它移开吧，伊布。一二，推不开。啊，没有用呢，完全推不动。怎么办？我们出不去了。走后面。好，我们到这边看看吧，伊布。伊布，我希望能让你开心，所以一起来吧，到一个什么？坠落之星，到一个小丑，哼，他的鼻子都凸出来了，你看，啊，不小心摘下来了。Mary 好像很，太好了，粘回去了。Mary 好像很，有点活泼。看起来像荡秋千的话，之前的 Mary 有这么活泼吗？没有大人的快乐世界，朋友们也都在一起哦。哇，他带我到这个世界，我是不是出不去了？我跟 Mary 好，是不是出不去啊？好，没有办法过去。这个不晓得家里现在做什么，好像我们把它丢在那边了。好慢，难道出什么事了吗？伊布，Mary，听见的话，快点回我。没有用的，果然不能让他们自己过去，怎么办呢？再调查一次那个房间吧，虽然一点都不想进去。杰克，晚安。哦，我来看一下 Gary 手表。来到美术馆之后，就指针就停止不动了。打火机用了好多年，里面的油已经所剩无几。蓝玫瑰，颜色罕见的玫瑰花，一旦枯萎就极其性命。OK，这都看过了。哦，哇哇哇！等一下，我存档电脑用太快。外表吓人的娃娃，红色的眼睛，不管看几次。都没有办法觉得这东西很可爱啊！有痕迹。居然可以移动，为什么刚才没有发现呢？算了，管他的，应该能从这里出去。娃娃。没有出口，没有理由。好的，我可以拉。看一下，这怎么拉？哇塞，流血了！这是什么啊？这开关灯的开关吗？我以为再也打不开了，再开一个。哎呦喂呀！哇塞，哇，饶人家吧，人家。嘲讽的眼睛。喂。这个呢？人家收购这个地方了。好的呢，那我们可以使用这个。伊布，你看，出现一座桥哎！一直盯着他看，
你在做什么啊，伊布？快点过去那边吧。好的，好的。他说可以耶，是吗？哇哦，我们真的合作无间哎，太强了，不不不！你好啊，佳丽，我一个人好寂寞，所以带我走吧。外表吓人的娃娃，为什么不带我一起走呢？外表吓人的娃娃，外表吓人的娃娃，为什么要无视我？你讨厌我吗？你不觉得你很让人讨厌吗？来玩嘛，这里有很多有趣的东西哦。不是啊，你起码洗个头嘛，这样子油腻腻的是怎样？我有很多朋友都在这里哦，可以介绍给你认识哦。不要。永远留在这里吧。不要。我要。到底为什么跟着人家？该适可而止了。我没有空陪你玩。踢过去，这些娃娃到底想怎样啊？别挡路！我，哼。洗剪吹套餐，对他应该要去洗一下。那油腻的要怎么喜欢你呢？没有钥匙孔，这扇门似乎要用钥匙以外的东西来开。好痛哦，好痛哦！对不起，黄色的球，谜一样的球，消失了。深层，水雾，不需要水。门把异常冰冷。哦，娃娃头掉到地上，都是你，害我脖子断掉了。对不起。收集七色的颜料球吧，如此一来或许就会为你而开。哦，原是这样哦，那我们黄色你放上去哦。绿色的夜晚，托付的心脏，心脏吗？萨萨给哟。连坐二位一体，怎么看都是只有一只啊。这房间怎么一回事啊？从这地上冒出来像毒气的东西，看来要小心一点。对啊，现实不知道 Gary 到底踢碎多少东西。杂耍儿，有声音。我是什么时候单身的呢？我哪记得啊？答错了啊！我天哪，挂钩。OK， 我们要切换了。有气球，橘色球。伊布，我可以问你个问题吗？佳丽，是伊布的爸爸吗？不是哦。所以你的爸爸是别人哦。原来如此。伊布的妈妈很温柔吗？真好。你想要见到爸爸和妈妈吗？我也好想从这里出去哦。伊布，如果能从这里离开的只有我们两个人的话，你会怎么做呢？支点呢、欸？支点呢、欸？我需要增加 Mary 的好感度吗？因为 Mary 的结局比较特别，我想先玩 Mary 的结局，和 Mary 一起离开。真的吗？好开心哦！我也想和伊布一起到外面去，而且到外面以后。要一起做很多的事，要一起玩，一起吃很多甜点，去很多地方，好期待哦！我们一起加油，绝对要一起出去哦！约好了。星空真的好漂亮，我真的无法想象上面有这么多的白色点点。等我们到外面，要一起数全部的星星哦。好的。天之丝。
担心，告密之口，皮与皮什么？垂钓者，里面没有人哦。二位一体，这些话连在一起耶，好有趣。对 ，Mary 好像感觉，哎呦，哦吼，好可爱。遗失雨伞的少女，挂在高处的画，嗯，怎么碰不到呢？四角形的石头，真奇怪。图鉴上的生物，这以前就灭绝的生物哦，在书上看过。不过灭绝是什么意思呢？瓜牛，它身上有螺旋状的花纹，好像糖果、哦。寄居蟹，那个尖尖的地方感觉很痛。Gary 看起来那么老吗？对啊，感觉只是大我几岁而已。哎，可是我其实没有做什么事情哎。哎，哦，这里。人之守卫，镜子里浮现几个字，回答我画的名字，答对了就帮你开门。和爱丽丝讨论，猜画的名字听起来就很好玩，试试吧。好啊，挑战。那么这幅画是什么名字？天之坡，天之线，天之神，天之丝，天之丝，天之滴，天之丝，天之灰，天之丝。答对了，伊布好厉害哦！下一幅画是还没结束吗？这个是绿色、绿色、绿色、绿光的夜色，绿光的夜晚，绿色的夜景，绿色的夜晚。答对了，伊布赢了，为你开门，谢谢你。哟，这像肉的东西是吗？其余什么不知道。某位少女的末路，在某个地方有个小女孩，小女孩和她父母一起去了美术馆，但是当小女孩回过神时，发现自己已经迷路了。在昏暗的美术馆中，无论怎么找都找不到出口和父母。她很害怕，很无助，很孤单，肚子饿了，口也渴了，跌倒了，受伤了，体力也到了极限。最后一页以一名小女孩倒在地上的插图做结束。是我吗？看一下书住的房间，格鲁特纳作品集上，他按照英文字母的顺序刊载在上面。 A 页，红衣的女子6210年，当时盛传这幅作品的模特儿是格鲁特纳的情妇，他本人亲口否定这个说法。实际上呢，这是以贪渎格鲁特纳的遗产而接近他的那个既怎么又怎么的女子留下的作品。 K 页，这什么什么的鱼是6235年，仅以诙谐的描绘而成，却会随着光线强弱与角度变换而看起来像上色奇幻作品。上面描绘了非常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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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或许能够激发观赏者的各种情感吧。最后一个，哦，找到了，杂耍是6223年，6223，他跟孙子一起观赏马戏团表演后，以当时演出的杂耍者为模特儿所画的作品。由于格鲁特纳鲜少在真实人物作为绘画的模特儿，因此这幅作品在现今的交易市场上仍价值高昂。所以这真实人类，哦，捆章，上面画着好像爱心，要拿吗？拿走。哇塞，这幅画很大哎，真的假的？直接拿下来哦。6223，对，那边有东西可以拿吗？垂钓者，这里怎么会没有颜色？好像有人坐到这里呢。好，那我们这边可以结束了。以前只是怪怪的天然感，对，现在玛丽感觉有很强的侵略性哎，他就有这样感觉吗？就是可能我们已经看过剧本了，所以才会感觉他怪怪的。可是即便没有看过剧本，也感觉他有点奇怪。
哎呦，我按错。好，给我一颗球，篮球。这个新感觉到那幅画。哦，你不觉得跟刚才捡到那幅画有点像吗？换上去。你说想调换，是说这个蛇的画吗？我想要跟瀑布交换。看起来就像吞了什么东西。换下来的话也很碍事，就放在这里吧。真的可以这样子吗？你们，有，好像变了，肚子有东西。吐出来。可以跳动的感觉，玻璃心脏，真的感觉很碍事，直接丢在旁边。小怒安瓜，你好，安瓜瓜，好久不见。这是人造作品，没错吧？给你，可爱。哦，开门了，我有给钥匙。有个球，恐怖。只有一个人的话会非常害怕，两个人在一起的话就能够安心，三个人在一起的话，后面被撕破了。一个人恐怖，两个人安心，三个人的话，他们两个人应该能够应付吧？色彩的奥秘，蛮难懂的。到一颗球，划算。顿悟。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感觉不是，感觉有人在搞事，没有比未知更恐怖的东西了。禁止将书籍携带出馆外。雨伞，拿着吧，要是碰上麻烦，可以当做武器。将存在互相交换的话，更想变能成为现实，空想变能成为现实。看不懂在说什么。为什么要妨碍人家呢？我记得刚才好像是把月亮嵌入地板后，他们就缩回去了。这个推推好像不行诶。好，三人可以打三人麻将。挂钩怎么跑出来了？怎么会从画里跑出来呢？挂上去，把雨伞挂上去，会发生什么事呢？哇，整只雨伞跑进画里面了，真是的，竟发生一些莫名其妙的事。好，那我这边应该也结束了，上去，这里，垂钓者，伊布，你看，他好像钓什么东西了。获得红色的雨伞，那我们应该就可以去，他是不是要雨伞？遗失雨伞，那给你。怎么会？您在房间里面却下雨了。哇塞，吓死我了！我想这是什么东西？他好像让我踩上去，旋转，好，转转看吧。刚一时让我吓到 好，得到紫色球球，我要跟它一样，紫色在，红色在下面。红色在，对啊，红色在下面啊。我们就回血一个 A 过去好了。好像可以 A 过去，还可以装那真的是要硬 A 过去不对吧？
让人风扇的感觉。好，这样就可以进去了。再放一次。哎，这无线的，真好。哎，那我这个其实好像没有做什么事情啊。哎，这边也一起不见了啊，真的耶。OK， 粉色，格鲁特纳下集，好，可以看第一页。蛇蝎的精神，6248年，他的创作风格在这幅画诞生之后，逐渐转为抽象画为中心。但当时的主流是立体主义，因此格鲁特纳的抽象画几乎是无人问津。被倒掉男人6219，格鲁特纳曾短暂从事杂志装帧的工作，为了弥补不足的页数而刊登这幅画。由于每次刊登的插画都会获得非常好的评价，后来曾将那些插画制作成塔罗牌贩售。OK， 这边有分支是不是 ？M 页没特例哦哦，这里。格鲁特纳创作生涯中的最后一件作品，虽然画中的少女栩栩如生，就像真的立于眼前，但这名少女其实并非真实存在的人物。哈，在介绍文的背后的页面上，刊载的一名曾经相似少女的画。怎么会？骗人的吧？这个是 Mary。并非实际存在人物，这什么意思？所以说，现在跟伊布走在一起的，该不会是被他知道啦？等一下，我先存档。我先存档，要先存这里。等一下，这里是支点。是吗？是真结局不能看他秘密吗？嗯 ，Mary， 他，你怎么了？什么也没有。你怎么？我怎么了？那个家伙真讨厌呢。What？向往，向是不是打错啊？向往，向往，寻找宝物真好玩，我也找到宝物了哦，好可怕！你找到什么宝物？哦，调查娃娃，必须调查看看，虽然我一点都不想碰。好，得到了红球。先不要进去。只差一个了，我一定会想出来的。好，进去吧。哦，哇哦。下次七个都找齐了。不会吧，打不开，为什么？再继续玩寻宝游戏嘛，究竟是谁拿着钥匙呢？你说什么？什么？现在怎么样了？这边有结局吗？感觉不太妙，得赶快找到钥匙离开这里。这是什么啊？怎么会有这种东西？煤炭，钥匙到底在哪里呀？什么都没有。真的有钥匙吗？可以出现吧。啊！